再来给这盆君子兰擦一下叶片。大家发现没，这个君子兰的叶片上面有很厚的一层灰，这样的话不好看，而且还会影响它生长，因为这个灰会堵住这个叶片上面的气孔，影响它的这个光合作用。所以现在我就把这层灰给它擦掉，用一块布沾上水，然后这样给它正反两面都擦干净。最好不要用那个喷壶去洒水，洒水的话容易把这个水积在这个叶心，导致它烂叶。这样就擦好了，是不是好看多了？如果你的君子兰也像我的一样布满了灰尘，那就赶紧给它擦哦。